好，小朋友，我们来玩一个小小的游戏，好，怪兽电影工厂。好，那它这边是关于这个 phonics 的练习，好，phonics factory 就是自然发音的工厂，电音工厂。那我们现在目前呢，学到的是这个 short vowels 短母音，好，短母音，我们把它点进去。好，他介绍怎么玩啊？哦，这个 step one，等一下你要按这个拉把，会换单字啊。step two，这个是按这个按钮会换那个字母，然后按这里的话呢，他就会告诉你发音。哦，哎呦，结束了，这么快。好，我来看老师操作一次给你看啊。哎，等到有机会啊，你们回到学校了哈，我再让你们玩啊。好，啊，这个音乐有点吵。你们可以听得清楚吗？可以哈。好，来，老师来按这个喇叭。单字出来了，那就是单字。然后他还给你意思，哎，怎么那么好？好，来，怎么念？It's hit，对吗？It hit。hit，好，那老师来改变一下。如果我改变这个字母，好，中间的字母，那这个嘞？Art, hot。嗯，对吗？你念对了吗？好，再换一个。怎么念？at，All right, next one。哎，怎么是一样？好，那我们来改单词好了。拉吧。么？add。Mad。Mad，好，改变中间的字母。Mud，好，你念对了吗？What is mud？就是泥巴啦。Mud。好，再换。哎，这换过了，再一个。嗯，好，换单字。Cut 是小木屋。Art, cut。那这个呢？Cut，cut。刚刚是 cut，那这个是 cut。What is cut？剪，cut。啊，这个简单，cut，at，哦，猫咪，好，就是这样子玩的。好，那小朋友，你现在知道怎么操作了？到时候我们回到学校让你操作，你不要说你不会喽。好。